好，我是赵薇，我在这里祝红秀五周年生日快乐。那我现在正在巴黎为红秀拍摄新的一期的封面大片。特别的这种很代表法国的一个高端时尚品牌，我觉得每一套衣服我都可以穿的，因为都是比较大方啊，然后有很多的西装很酷啊，包括一些色彩很鲜艳的裙子，颜色都特别好看。